起床喽，15分钟起来。起床喽。哦，对不起哦。朵洛洛，你怎么还在床啊？起床喽，15分钟。不到就很大的问题喽。外面有一点冷哦，起床喽。还有谁在赖床？哎呦，还有不穿裤子。这太真实了吧。哇哇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大哥到底要干嘛啊？每次都搞这种惊喜，还好我洗了头，不然又是油头出门。赶紧赶紧啦，大警抓紧抓紧，吴继峰，快起快起，快快快啊！这怎么用啊？这我拿着也没用。喂喂，倒计时十。疯了！倒计时5分钟，现在开始。怎么可能这么快啊？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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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没时间了。人事好，把裤子穿好。5分钟，袜子穿好。抓紧了，迟到没有处罚。赶紧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。车马出发了，赶紧赶紧赶紧。哎呀，我的小子！倒计时3分钟。啊，不要再吹了！哎呦，这件也不是毛衫。马老师，你不是说紧急集合你最快吗？对。你快吗？现在？我特别快，现在。感受到了有大事要发生，好像连脸都没洗，穿上衣服，然后刷了个牙就跑下去了。有酒吧？我没有帽衫怎么办啊？大哥，你都有帽衫？开门了，开门了！没有人吗？我以为那只是拍一下这个场景，然后我直接我什么都没收拾，我上了车往那一坐。倒计时1分钟。赢了？那得拍我吧。加油，陈！帮帮我吧！当时因为穿着拖鞋跑，拖鞋直接从脚上直接到了我腿里边。你放开我！哎呀，我你干嘛呀？干呢！我放开你！我喊了几遍都没人帮我，他着急，他跑下去了嘛，可能他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吧，还是回来帮我扒了。倒计时十九八十秒九真的八七哇哦 CF 在这 AB 在那五在哪儿的地方二一好出发了走我紧张到手表都没有带，大家是不是来不及刷牙？刷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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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了。张秋敏还给自己夹头发了，太厉害了！艺人的基本素质啊。郭老师因为那个演唱会啊，他没到，我带一下一班同学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欢不欢迎啊？欢迎啊！来，大家都坐好了吗？我跟黄老师要开始点名了。翟湘文到，郭老板到，孙小阳来，姚晨来了。耶呀！周震南到，燕许佳到，赵让到，封楚轩到，贺俊雄到 ，A B 班同学全都到齐，对不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那得，这么嗨啊！出发喽！我们去哪里呀？师傅，往上海方向开。师傅能往海上开？往上海开不太现实。A B 班同学。大家知道说半夜里为什么把他叫起来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知道现在去干嘛吗？不知道。爬山，看日出。我们去吃夜宵，对吧？我就知道肯定吃夜宵。你骗人！别人说我不信，胡老师说我就信。真的就是好好的带大家出去溜一溜。好，好瘆人呀，说的。刚才咱们路过一个什么玩意儿烤全羊。
真假呀？真的。看来今天不是吃烤鸭。我不瞒大家，这里面有一个海霸王。你不瞒大家，你哪儿发现有海霸王？没进来之前吃到的。我再不瞒大家，前面就是五月广场，我只能说我非常认道。我看看这条道啊，这条道我不瞒大家，前面什么都没有。导游李新一太熟了呀，简直！再往前5公里应该是收费站。哇，你都去哪儿了？你都走到收费站了？都去哪儿了？新一应该先把这边都摸熟摸透。新哥，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会不会冲过这个收费站？我还会再次选择吗？哇，那好像真的是个收费站呢，真的是个收费站哦。李新一还熟吗？还熟吗？还熟。这条巨人人楼咋爬上啊？困了吗？我们要不要抓咪？抓咪一会儿，抓咪。抓咪一会儿，抓咪一会儿，抓咪吧。哇，专业艺人，你看到没？瞬间就抓咪开始。在哪儿啊？走，咱们下车。走啊！打起精神，开始打工。来，哇，天都亮了。哇，我终于有没有闻到咸咸的海风？闻到了，没大海的气味。C班起立，起立，走下车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下车了。Let's go。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带大家去一个神秘的地方。走。This game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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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来，去看海吧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大家听啊，这是大海的声音。冲啊！好嗨呀！我感觉我真的可以跑20公里。哦，哇！好久没有看到海了，真的舒服。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吃螃蟹，吃螃蟹，走走走，听海哭的声音，嗨，哇，来了，小心一点，我自由了。来 ，AB 班的同学，我们过来，同学回来喽，集合集合，两列两列排好，好，那个。我人生中还没有做过这么浪漫的事情，然后带跟我们所有的同学在一起，然后到这个海边来，然后呢我们一起看日出，好吧？好，我们班到齐了，走，两位同学先走，一班到齐了，一班到齐了，走走走，我们往那边走，我们好，我们往。啊！欢迎胡老师，胡老师，胡老师 ，A 班加油！郭海挂，郭老师，不看日出了，我要去看演唱会，我要去看演唱会。我们慢慢的。